我是吴新宇。本期的禅心讲座呢，我们继续给大家讲解有关定势以后的一些下法。我们先看看这个棋盘啊，我们先来一个我们所熟知的定势。白棋搬虎啊，拆一个以后呢，黑棋从这边逼住啊，这个地方呢有可能是星位，也有可能是无忧角啊。黑棋逼住，白棋跳起来，在这个地方啊，就是走成了我们是十分常见的定式。那么呢，对于这个常见的棋形，我们以后啊，这里黑棋啊在这一带有些什么手段啊？有些什么手段啊？这个呢是我们需要研究的，也是呢大家需要知道的啊。不管你作为黑棋还是白棋啊，你都应该知道这里有些什么手段啊。那么我们看看这里，黑棋呢，由于白棋跳了以后，这个地方呢，白棋呢还算是比较坚实的，还算是比较坚实。作为黑棋呢，以后在这个地方呢，想行棋，如果说是，就目前正常的棋形下呢，进去呢还是稍微有些危险。那么呢，黑棋在外面啊，可以呢稍微呢稍做一些便宜啊，一些便宜。那么这个手段呢，比较普遍的呢，就是说呢，从上面削一个啊，削一个。照顾一下这边的话呢。就削一个呢就是可以的。那么白棋这个需要补啊，白棋这个需要补，因为你这个不补的话呢，那么这个接下来啊，你要走别的，这个你不走的话，黑棋这一点啊，点完以后贴出来啊，这个明显呢是会很厉害的，会很厉害的。所以白棋呢补呢是没有办法的。然后呢，黑棋呢再点一手啊，这个点呢基本上也是个先手，白棋占上啊。黑棋可以通过这两个便宜呢，第一呢，在这里啊基本上能够封住这个白棋的出路，先手获得了一定的便宜，以后对经营这一方会有很大的好处啊。这个是呢黑棋在普通的情况下呢，对这个棋形呢稍微做一点这个利用。大家注意这个次序啊，你不能先点这个，如果你先点这个啊，白棋粘上啊，你再走这个呢就走不到了啊，这个便宜就交换不到了。同时呢，直接削这个点呢也是比较好的啊，你走这个当然也是先手啊，这个也是先手，白棋呢也得硬，但是呢这个点啊，这个点呢明显的就不如这个点啊，因为这个点以这个这边棋子的结构配合呢比较好，而这个而削在这里呢，离这个地方呢实在太远了啊，以后白棋一出来呢，这个子呢比较孤立无援啊，这个也是。同样呢，你削在这里也是一样的道理啊，也不如那个好。走这个白棋也硬一个啊，你再点了它也接上，这个呢还是跟自己的联系呢。不是太好，所以从上面削的话呢，这个点是比较好的，这个点是比较好。那么呢，这是一般情况，但是对于其他的很多情况来说呢，黑棋啊，对于这个里面还是有一些这个比较严厉的手段啊，有一些比较严厉手段，大家呢。这个地白棋啊还是需要了解啊，对黑棋这个手段呢需要了解。首先第一个呢，在劫财有利的情况下啊，在黑棋劫财比较有利的情况下呢，黑棋在这里面啊也有打劫啊做劫的这个严厉手段。那么是怎么做劫呢？黑棋先点一个。这个白棋只能是主度了啊，你从上面只能从上面压被黑棋搬过的话，这个
目数亏损呢实在是太大，实在是太大。另外呢，白棋只能尖。如果劫财有利啊，如果劫财有利呢，黑棋这个靠一个，非常的厉害，非常的厉害。白棋只能胡啊，只能胡。你肯定不能走象的，说明这个被黑棋跑出去以后，你还从这个一路渡过，这个白棋不行。肯定呢，白棋呢也是要胡的啊，白棋胡，然后黑棋再胡起来啊，这个劫，白棋呢接着胡啊，白棋不要去先打吃，先直接胡，直接胡的。那么呢，然后黑棋再搬啊，黑棋再搬，这个下法呢，就是在劫财有利的时候还是比较厉害的，还是比较厉害的。白棋如果打吃，那么黑棋就做劫啊，做劫。这个劫如果啊被黑棋打赢了，提掉的话啊，那么接下来呢黑棋还可以搬出来，从这里又做又打劫，这个非常的厉害啊。白棋这点，这棋本身被分成两块了，而且都有生死之忧啊，所以呢。这个劫呢，就是说呢，在黑棋劫财有利的情况下，这个手段呢是非常的厉害，非常的厉害。那么，劫财啊，黑棋也要注意，一定要够大啊。我如果不够大，被白棋吃成这样，这个局部这个黑棋损失是非常大啊，非常大。上面的利用没有了，这里被人家白多一个扳砖啊，这里也被吃掉，这个损失也有20余目，所以呢，这个劫财是大家考虑好。如果白棋劫财不利啊，不能与黑棋打劫呢，那么白棋呢就只有打一个啊，只有打这个，让黑棋提掉啊，这个是没有办法的，这个是没有办法，你不能直接走这个啊，你不交换这两下直接走这个，不然就一断就连通了，那么呢，只能打这个劫财不利的话，黑棋提掉啊，白棋粘上，黑棋呢，可以呢这个做活啊，就地做活，这样呢，黑棋还是收获，收获非常的非常大啊，黑棋收获非常大。这个外面呢，以后有点是吧？这里呢还有这个断的味道。黑棋不但把白棋的目数啊都破光了啊，同时还给白棋呢外面制造了一些断点。这个棋呢可以说呢是黑棋呢比较厉害啊，这个招法比较厉害。那么白棋呢在劫财不利的时候啊，一定要小心啊，黑棋打入进来的手段。那么。当他已经进来以后呢，作为白棋来讲呢，可能呢也是只能按照刚才这个图形啊，让黑棋呢在里面做活呢，这个算了啊，只能是让黑棋在里面做活算了。所以不管怎么样呢，当对方劫财绝对有利的时候啊，白棋一定要时刻啊小心啊，就是说呢准备呢应付这个黑棋做劫的下法。黑棋做劫啊是一种下法，但是呢这个地方啊，黑棋当黑棋周边啊比较厚的情况下呢，当黑棋周边比较厚的情况下呢，黑棋啊它呢还有一个啊非常凶的下法，这个白棋呢也是呢不得不防啊，不得不防的，那就是黑棋先点这个。点这个呢，白棋呢当然是想粘上啊，白棋当然是想粘上。如果白棋只是那么简单的爬一个啊，简单的爬一个呢，这个黑棋呢已经呢获利不少啊，已经便宜不少。
黑棋在争执有利的情况下呢，就可以直接就可以冲断了，啊，直接就可以冲断。这个冲断还是非常的厉害啊，这个冲断还是非常的厉害。白棋呢，不容易抵挡，这个不容易抵挡。即使呢，这个争执不利呢，黑棋也可以考虑啊，先藏一个，跟白棋交换了以后啊，再呢再冲动。所以白棋呢还是很想粘。那么这时候呢，黑棋再点这个啊，再点这个。大家可以注意一下这个次序啊，这个次序。这黑棋如果先点这个，再点这个的时候呢，白棋就有可能啊，有可能爬一个，做退让了。当你吃掉的时候呢，它就搬起来。那么这两个子啊，这两个子就是说呢，会变得呢非常的损啊，这个交换会变得非常的损，因为白白的呢给白棋呢多了一个搬了连搬啊，搬了搬这个收官的手段。所以呢，先在这边点一下啊，先在这边点一下呢，这个是一个比较好的次序。白棋粘，白棋粘上，然后呢，黑棋啊，再点这个，黑棋再点这个，这时候呢，白棋呢，为了主度呢，也只有尖啊，也只有尖。然后接下来呢，黑棋的这个好的招法呢是跳啊，既然进来了，就一定呢。就是说我们要想办法呢分段，这个大家注意啊，一定要想办法分段白棋。如果你只是单纯的现在跑出去，或者以后就是说给白棋留有后路的话，那这个黑棋是没有什么便宜的啊，没有什么便宜。所以要先跳，继续跳。这个呢，这里要爬过去，这里要爬过去，这个白棋呢依然不肯的话，那只有挡住。有了这个跳以后呢，然后黑棋再跳出来，这个也是提醒了，然后黑棋再跳出来。看上去这几跳啊，形状反正很有意思啊，很散乱似的啊，但是白棋在这个底下啊，不是很好连通，不是很好连通。我们看看白棋如果想连通啊，怎么办？爬。是没有用啊，爬的黑棋可以接在这里，这个白棋是连不通的。那么白棋想连通只有加啊，但加的时候呢，黑棋可以冲，黑棋可以冲。你如果搬，那就只能是打劫了。这个劫白棋太重啊，只能这么打劫。这个劫白棋太重了。那么想连通的时候呢，你可以冲啊，白棋想冲，但是冲呢，黑棋呢如果粘上啊，那不管怎么样啊，白棋呢是连通了啊，是连通了。但是你冲的时候啊，黑棋可以粘啊，大家注意，黑棋可以粘。白棋如果度过啊，这么连通实在是太亏损了，被人家先手提一下啊，这个也被人家先手，虽然你现在可以度过，但是被人家先手提一下的这个有吃亏啊，有些吃亏。当然了，黑棋啊，如果说根据情况需要啊，也可以考虑直接立下去的这个下法。那么白棋当黑棋粘的时候呢，白棋暂时还是不能度过，那么呢，白棋呢？只有冲着的，冲着的。这时候呢，黑棋可以接上。现在依然不能渡啊，你渡被他一打，这个一下子又提三个，就更吃亏了。你虽然现在可以吃啊，吃掉三个，但是呢，黑棋立下来，这个白棋啊很危险，
本身立下来以后，这四个子变得非常的危险，而且黑棋呢也有了后路啊，黑棋可以一挤就连回去了。同时呢，你这三个子吃掉这三个子，还没有完全吃干净，黑棋以后还有一路渡过的手段啊，一路逃跑的手段。这个呢，也是白棋那个不得不防的啊，不得不防的。那么从这些地方呢，我们可以看出来啊，这个黑棋这几跳棋形虽然呢这个比较散乱，但是呢白棋呢也并没有这个好的联络方法。那么作为白棋来讲呢，也只有啊这个出头以后呢，与黑棋进行这个作战，那么作战的这个结果呢，就是说呢，要根据啊这个周围这个厚薄的情况啊。不过一般来说呢，黑棋敢这么点呢打入进来啊，那么黑棋呢肯定是在周围啊，在周围这些子力比较多的情况下呢才敢这么下啊。接下来黑棋呢就是可以继续往外面跳啊。由于刚才所说了，这个棋底下啊白棋不容易渡过啊，白棋不容易渡过呢，黑棋呢就是作战呢应该来说还是比较有利的啊，因为它前提肯定是黑棋比较厚，它不厚的话它就不会打进来了。那么这个白棋啊作战危险性是比较大的啊，所以说啊这个在这个棋以后啊，白棋啊也并不是高枕无忧啊，所以呢白棋呢还是需要呢那个小心翼翼啊。既然人家已经来了，那我们得想点办法，是吧？人家已经来了，我们也得想点办法。那么黑棋点了要来的时候呢，白棋呢可以考虑呢接上。再点这个的时候呢，可以考虑呢做一些退让啊，因为你不退让的这个是没有办法了。别人已经进来了，那么你也只能是压一个啊，这个就算啊，然后黑棋搬啊，白棋呢再帮助啊，黑棋打吃的时候呢，白棋呢可以不走了啊，当然粘上呢也可以。这个呢，白棋呢只能是稍作退让啊，毕竟呢，这一下啊，黑棋点这个呢，这一下呢也还是比较损的啊，这个下法呢，就是说呢，当然是黑棋啊所得的这个目数呢比较多啊，不过呢，就是说白棋在对方，周围形势很有利啊，后势很有，很厚的情况下呢，也只能呢是选择这个明哲保身的手段啊。总之一点，白棋啊对这个黑棋这个作战啊，对黑棋的这个手段一定要有高度的警惕性啊，不然呢，你在等他来的时候，你还强行跟人家作战呢，这个其实就是说呢，危险性呢还是非常的大啊，危险性呢还是非常的大。等人家来了以后呢，你就呢尽量呢找一个啊，就是说安全的下法啊，反正他先点这边，我们呢就在这边呢做一些推让，刚才那个图啊，如果他先点这边啊，那我们就在这边呢做一些推让啊，这个就做一些推让算了。反正呢，总之一点呢，白棋与黑棋作战啊要小心。当然呢，黑棋也不能无缘无故的啊就这么来，如果在外面没有
就是目前情况下啊，没有任何接应的情况下，这个棋白棋还是完全可以啊，完全可以与黑棋这个战斗的啊。就在目前情况下啊，白棋可以完全可以与黑棋战斗，没什么好怕的。好，那么这个过程中呢，我们的白棋呢也就了解到了黑棋的一些这个下法啊，大家心里呢要有个数啊。黑棋在劫材很有利的时候啊，这个点往靠啊，这个是很厉害的下法啊，很厉害，做劫是很厉害的下法。白棋呢在此呢也是不得不做退让啊，不得不做退让。把这个正确的啊，白棋正确的应对的这个图呢，再给大家摆一遍啊。这个是白棋打吃，黑棋打吃啊。这些地方呢，白棋当然可以那个免费的啊提一下这个劫没什么坏处，然后呢再打吃，正上啊。黑棋呢做活，黑棋可以做活，白棋呢。在这一带呢啊补一个啊，可以呢尖掉啊，再虎一个，主要是补了这个黑棋挤的这个挤断的这个想法啊。对，这样的结果呢就是说呢白棋呢还能勉强接手啊，以后这个力呢有一些这个有先手味道啊，黑棋呢破掉白棋的时控呢也是有所收获的。那么明白了这些啊，明白了这一些这个下法以后呢，那么我们也就知道呢白棋以后啊，以后在这个局部啊，或者说是这个地方呢继续走棋的价值呢也是非常的大啊，非常大。白棋以后呢在这里啊，比如说尖一个，对白棋来讲，尖一个呢走一手啊，不但防止了这个黑棋在这里我们刚才所说的种种手段呢，同时呢也能扩张自己的模样啊，扩张自己的这个势力范围，或者说呢能够也可能压低啊这个黑棋的这里的模样，这是呢也是可以说是非常大的一手棋。如果同时呢觉得外面价值不大啊，那你有机会的时候呢可以考虑啊搬一下啊，搬一下。如果能与黑棋这两个交换到的这个白棋呢就便宜了啊，就非常便宜。那么黑棋以后不管怎么样它这个点都是变成后手了，我就不用去分段了，我就直接走这个就行了啊，是吧？那你顶多呢也是一个打八的便宜。那么黑棋不走呢，白棋呢可以先手爬到一下啊，先手爬到一下，这个白棋也是可以说是爬到一下也是非常的舒服啊。就是说呢，你与这个相比啊，这一手扳的目数的这个价值啊，还是很大的。那么白棋呢，就是说呢，有这两种啊，防守的方法啊，防守的方法。两手棋防守的方法价值啊，这个目数啊也都是可以说是非常的大。所以呢希望大家这个注意呢，就是说黑棋里面的这两种这个下法啊，两种下法，一个是呢点来作战出来啊，一个是呢从上面削啊，一个是从上面削。我们都明白了这些下法以后呢，就是说呢希望大家以后对这个棋形啊有个比较这个好的了解啊，特别是对于黑棋的这个手段，白棋心里一定是要心里做到心里有数啊。那么我们身边呢还有点时间呢，我们就是延伸一下这个有的棋友就觉得，哎，既然这个虎是不是，老有这个
点啊，黑棋老有先手点的这个借用。那么粘上呢，是不是要好一些啊？是不是要好一些？这个呢，也是确实啊，是一个这个问题。如果粘上呢，这个棋呢，虽然能够化解的这个点的先手，但是以后啊，这个在以后呢，黑棋呢还是有很多的利用啊，比如说上面啊这一带呢有很多先手啊，有很多先手，而且以后呢就是说呢，黑棋还有啊这个二路漏啊种种的这个点啊，如果你白棋不肯退让的跳出来的种种的下法啊，可以说呢，这个粘上以后呢，实际上呢，只是表面上化解了这个黑棋点的先手啊，但实际上呢，黑棋以后呢还是留有很多的手段啊。具体的呢，我们呢，以后呢，在这的讲座中呢，再给大家讲解。那么可以说呢，这个虎啊，完了跳，虎完了黑棋拦住啊，白棋跳呢，这个呢还是一个比较正常的形状，虽然黑棋有这些手段，但是呢它毕竟需要一定的这个前提条件啊，一定的前提条件。那么当局面啊走得差不多的时候呢，白棋呢就可以啊在这里补，可以补，可以尖啊，可以补。但是这个地方呢需要注意一点的，白棋这个地方这个现在挤就是不是合适的。我们老说不是不有挤的手段吗？那么由于是虎的形状，这个挤呢就不是太好啊。如果粘上的时候啊，这个挤是没问题。那么虎的话呢，这个挤的时候呢，由于这个只是一个虎口，外面要被黑要棋多打一下，那么挤的时候黑棋是肯定它会虎住的啊，虎住的。你在底下不管怎么走，那么上面这个地方要被黑棋啊先叫吃一下啊，先叫吃一下。大家可以看出啊，这个区别呢是非常大的啊，是非常大的。即使你走啊，由于被多打一下，等于是多了这两颗的交换，这两颗的交换。本来这样可以说呢是双方差不多可以接受的变化，而你这个白白的被黑棋这里多了一下啊，这个白棋呢不太好。所以说当你虎的时候，以后大家也要留心一点啊，也要注意一点这个地方的利用呢，是白棋呢小尖一个啊，白棋小尖一个，黑棋这个粘上啊，黑棋粘上，而不是呢跑去挤一个啊，而不是跑去挤一个，这样挤一个被黑棋一虎呢，这个白棋啊就是说明显的吃亏了啊，明显吃亏。好，本期呢关于这个啊定式以后棋形这个双方的演变啊，有些什么招法啊，这个呢我们呢就今天呢就给大家呢讲解到这里。如果您还有什么问题呢，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或者发邮件呢给我们，我们呢尽量呢给您予回复。谢谢大家收看本期节目，大家再见。